我是 Claire， 我回来了。今天其实是一个新的系列，我打算带大家去探店。今天打算探的这家店呢，是一个怎么说呢，是一个新开的一个 fine dining， 但是我约的是他们家的下午茶，叫什么来着，我给忘了，然后我会打在这里。但是我有朋友前几天去了，说其实吃的一般，但是照相很好看，所以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下。我看那边的装潢真的就是很富丽堂皇，所以我今天穿的也很板正。拿了这个包，那我带大家出发啦。你能走慢点吗？这就是菜单了，它这个是60一位，然后这个 tray 是40，这个 tray 就是上面有个树，下面挂了很多这种东西，反正菜单很少说的话。然后下面后面茶呀一些东西，说说感想，说说感。小姐姐长得是又温柔。说这家餐厅的感想，还没吃呢哈。餐厅很小。这家店照相还挺好的。可以加点糖。Brown sugar。你要调奶茶吗？哎呀，多了。我的拿铁好像少了。咖啡到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you're currently meeting the pastry chef who has executed the entire menu. This is all his personal creation, and this is Zach, his assistant. What I have for you here, you're looking at the tree in the very center. The fruit laying on it, we have passion fruit, hazelnut, lychee, and lemon. It's a triple chocolate cookie. Have a look. Okay, yeah.When you cut it in half, it's very gooey on the center, so kind of like a molten lava cake. We have our air sandwiches. We have air baguettes wrapped in prosciutto. The best enjoy when they're cold. Okay. So that'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to remember. Sure. Thank you so much. Okay. 蛋糕长这个样子，里面是果肉，还可以。它里面是流心的，很像岩浆蛋糕哈。旁边我来吃个咸点，好吧？这上面这俩我吃不了，上面有这是肉吗？这个外面裹的是那个意大利火腿。啊，流心的是吗？这个说是鹅肝。
博主的小牙口吃不了面。我是有点硬，除了硬没有什么毛病，但就是有点硬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是挺好吃的，真的好吃的。我要来吃这两个咸面，因为上面有生的，所以我男朋友不吃，所以我就把它吃掉了。一个是牛肉的，这个我不知道是啥。其实总的来说，我觉得还可以，没有大家说的那么不好吃。我觉得咸点都是可以的，而且看得出来，就是他们很下功夫在做这个东西，真的那个东西好精致啊！服务员态度好，对，而且服务员态度非常好，那个小姐姐真的是一直在说中文。哦，他们家是拿这个小盒子，上面放着你的账单的，好可爱。哦，他们家的洗手液是爱马仕的。藏在康豆里面，好高级。那边可以看一件当烫的紫色。哇，你要我进去吗？第一页是九单。好吧，那要吃生蚝。他们家这个菲力还挺好吃的。那来六只。这真不疼，这不使劲儿，这真不疼。我特别受得住，我插不动它。快点！啊，好，这我吃完了就饱了。加盐了，这汤是吗？很好吃吗？我的是羊的，为啥我感觉咱俩一样的？你俩就是一样的呀。不过你那有两块，他那一块大的，我想吃块你的肉。整 ，strawberry。没有，不整，我这个还挺大的。哇，你这个拍的好亮啊！是不是你手过去它变亮了 ？Hello 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 Claire， 作为下午茶的狂热爱好者，今天要去一家之前还挺难约的一家下午茶，据说一天只接待一桌客人。我们今天有四个人要跟我的小姐妹还有小姐妹的男朋友一起去，所以进他们要干嘛呢？没有，这个是不要的呀。哦，健身器材呢？这是我看看，旧家具。我觉得是比较神奇的，就是那个下午茶一天只接待一桌，所以当时我们8月份还是9月初约的，差不多就约到了9月底，就是很难约的一家下午茶。疫情期间嘛，所以这种下午茶还是会比较放心的。我今天贴了一个比较，怎么说呢，特别像那种太阳花的那种假睫毛。哎，我的假睫毛快用完了，我可能又要转运一波了，真是个消耗品呢。就是这个地方啦，108是中间的，中间这一栋。这就是你们的下午茶。好的。然后你们提拉米苏我放在冰箱，你们要吃的时候我拿出来，我怕一会儿就是拿得太早，你们就是比较不好吃。好的，好的。好，来那个304我帮你们也盖起来了，因为我怕你们迟到的话会比较干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是提拉米苏，谢谢。对，好的，你们慢慢吃，慢慢玩啊。好的，谢谢。我换张笔。
然后纸巾在你们旁边啊，因为今天的桌布很花，我就不摆在桌子上。这是个派，需要消毒下手吗？哦，对，洗手也行，然后用消毒纸巾也行。然后三明治。好的。哎，抠不出来呀。没事。哦，这里。写。哇，这东西都好好看。我要来吃了他们家提拉米苏，有点饭可以被倒好。嗯，那还不错。你们猜猜三明治挺好吃？看三明治真挺好吃，能打包。提拉米苏怎么样？好吃，挺好吃。嗯，你有注意家里？一人一个就够了。我尝尝这个。解腻。不是。我刚忘记了。没事。没事。你放。小菜。这里面是 creamy cheese， 我觉得这还挺好吃的。嗯。嗯。要吃这个。嗯。就是 cheese cake 的那个。对。那挺好吃。嗯，好香。就早点去，然后待一天拍拍。那个不是得坐船过去吗？为啥没坐船？我们吃完了已经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还是可以来一次的。因为他们这边老板娘说实话真的挺用心的，虽然这个店吧，我刚刚在里面不好意思说，就是店有点小，但是老板娘是很用心的，就是插花呀、糕点什么都是由她自己来做的，包括给你讲一下这是什么什么东西，而且那个三明治，就是有男生的话吃不饱的话还可以再续一点的，如果有多的话可以找他要，就是还不错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。